量太低。我能尝到敌人对胜利的饥渴。今年这烂片质量不行啊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一击之后便是一场风暴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First blood。姿态转换，行。这是他不辣的。你又是辅助啊？是啊。我们直接把自己拖到上面，这样他就是辅助了。全军出击！我不抢我们家野，我去对面抢野。我实在是不能辅助这些人。之爪，记得我曾经的受。辅助的我脑壳子疼，没法辅助，真没法辅助，根本辅助不了。辅助就是等输，就是等着憋气。回家了。我们都将由此获得成长。杀小黄毛，别杀我！多年以来，我一直觉得自己受诅咒。跟我俩比，谁跑得快是吗？我肯定跑得比你快，我直接跑。还有意外收获，有助攻，羊的力量。你跑不过我的。借力量的重灵。记得我险些铸成大错。现在这怎么素质这么低？哎，善良之灵，
溜了，溜溜了。波比来了，弱者才依赖武器。那我不卖你，我又能干嘛？我给你送死啊！那自己有毛病。哎呀，来人了！凤凰之灵，妈人这么多！还说 EZ 咋咋地的，祝你辅助把把去打野。兄弟，我们去打野属不属于一种打法？我问你属不属于一种打法。第一，我们没送；第二，我们没玩的烂，对吧？那你游戏也没有说是非得辅助固定在下路，对不对？你正常辅助你不也得游走？你 EZ 是什么打法？你 EZ 是直接挂机不玩了，对吧？他属于是直接不玩了，明白没？他不是想赢，他根本不想赢，他就直接就不玩了，就摆烂。你要说你跟我一块打野，我也能算你是一种打法，那倒也可以。你直接摆烂，这你就是不好好玩游戏。下次和你走上路也是一种打法，可以啊，没问题啊，你跟我走上路呗。哎呦我操，这人真多呀。
完全不同。前者飘渺，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三强之灵。没有到，算了。等五秒钟。他比射击毒还强。能不能别逼逼，没什么吵的，有啥好吵的呀？本身是这样的，这一队自己搁下路啊，我本身辅助，我没去辅助，我去对面了啊，我去对面打野去了。首先这是我的问题啊，他打的比较难受。但这个 EZ 直接开始骂人，然后开始送人头，那对不起，那就是他的问题。Shut down. 那就是他的问题。狗头人给我杀！我也没到呀。
小小的波比还敢在我萧炎面前放肆。怎么老有人说抢位置呢？我们也没抢位置。那梦魇儿，我没打他经理，硬就打他一个石头人。那梦魇过来，我就直接走。那梦魇也，我一个没打，我打的全对面也。怎么能是抢位置呢？你这也没抢谁位置，也没给梦魇造成啥困扰。打的全对面野，我也没打我们自己家野，都不让啊。什么产品？你的产品能有我的产品？海豹修女的终点。啊！抢对面大爷位置不叫抢？那你要这么说，那也叫抢。我来了，兄弟们别忙。想逃？这样吧，我去。你跑不过我的。我去打个大龙。修行之路。
中翻滚的岩浆。没有扫描啊，那怎么办？那个狼人的英雄他们才有个意境，咬不掉他。快跑，要是选个老鼠辅助不在线上待，一队该怎么办？其实比较正常，我下棋一下你也应该能感觉到，就是主播呀稍微有点不对劲了，或者是主播说一下这个你是一家队友了，要么就是我说一下那下棋的人了，哎，他就得开始说你了，就是你是永远不对的，明白没？你是永远不对的，即使人家把你杀了骂你打你啊，你是主播你也是不对的。嗯，